这边赞。因为亮了，所以好赞。这名国中校友骆秉贤有一次经过母校，发现好暗哦，因此发起全面改造校园学习环境照明计划，获得国际福人3490地区九社的赞同。针对校园四个区域换设或增设 LED 灯，像是体育馆变明亮这一件事，就让孩子们好有感。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练到很晚，然后看得比较清楚。谢谢叔叔阿姨帮我们换灯，然后让我们练球变得更安全。谢谢叔叔阿姨，让我们打球的时候，我投篮变得更准了。除了提升进球率，还有照亮回家的路。校门口一个照明，让我们走下去的时候不会感觉很暗。对我们新城还有我们这个计划的落实，谢谢社长。有那个能力，为学校付出。因为有能力，所以回馈付出，让所有国际福人3490地区基隆分区鼎力支持。在社会上有成就之后，能够回馈给自己的母校，继续互为贵人，创造希望，继续这样的善的循环。点亮空间还包括了拥有无敌海景的休闲区，以及全新教学领域窑口区，以关心孩子的学习出发，照亮孩子们缤纷闪亮的未来，让回馈社会、造福人群的善念不断的循环下去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